三浦友和，一代人的男神，尽管岁月的洗礼，但是让人留下印象。三浦友和是一代人的偶像，用当下流行的话说，男神级别也是毫不过分的。他与山口百惠合作的影片成为了经典，并制造出一个独属于他们的时代。即便时光再怎么流逝，三浦依旧帅气，依旧有着我们一代人不肯抹去的青春烙印。三浦友和是日本知名的演员、编剧，他有颜值，有才华，与山口百惠被称为最佳黄金搭档。他们共同主演了三部爱情片《潮骚血衣》《绝唱》电视剧，《血衣》在中国可是圈粉无数。百惠清纯美丽的模样动人心，三浦也为之心动。三浦友和真挚的爱打动了山口百惠的心，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。而三浦的稳重也让百惠感到踏实。正如百惠所说，我在他身上感觉到了一个迄今为止绝对没有遇到过的世界。他从不发出轻浮的笑声，以一种稳重的语调跟人说话，那种嫩而言的语感使人感到新鲜。山口百惠在事业的巅峰期退出艺坛，与三浦友和结婚，二人婚后育有二子，长子三浦友太郎，次子三浦贵大。38年的牵手相伴，成为了世人眼中的传奇。而在没有修图和整容的年代里，出了很多惊艳时光的一代偶像，三浦亦是其中一位。尽管岁月的洗礼，但是让人留下印象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